它就反正它就是完全不会断，因为这里会有扣。我有靠这个树，因为我绑一个，它永远不会断。我有这些鸟都不吃这些蝴蝶，因为都已经五只了，就五只，但它们不饿，还是它们不喜欢吃小蝴蝶。我就放飞了。我抓的时候，我把它抓起来的时候，我就能抓住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要把这边的草拔掉吗？为什么？因为这边的草要放在这里，然后这样不是拔草吗？因为草还是会拔出来。我把它拔出来是因为呢，我要找它底下的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嗯。它的根有生命力。这里像土地。